大家好啊！分享呢個《世界日報》洛杉磯版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頭條。亞洲即演說啊，賴斯德啊，立志呢個壯大呢個台灣省啊，咁咧就面對兩岸嘅未來咧，就秉承四個堅持，不亢不疲，維持現狀。嗱，呢個嚟睇，就預演嚟嘅呢個，啊，就喺嗰個典禮前夕，空軍雷虎啊，雷虎就喺嗰度演，預演，啊，噴咗幾條煙咁樣 ，OK。咁喺度就係啊。賴斯德同啊 ，CM 政府省長啦，咁咧就嗱，賴斯德咧就表示，兩岸嘅未來對世界嘅局勢有決定性嘅影響，承接民主化嘅台灣啦，新一任政府。咁將會係和平嘅舵手喎，咁犀利擺態，咁咧就新政府秉承四個堅持，不亢不疲，維持現狀。阿賴斯強調咧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，希望中國咧正視中華民國存在嘅事實。啊！尊重台灣人民嘅選擇，咁咧就佢就希望唔好和戰爭啦，保持和平啦，係嘛？係嘛？你睇下嗱，佢就講話，而家咧就俄烏又打，以巴又打，衝擊全世界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和平穩定係最緊要。希望中國就唔好打台灣啦 ，OK？ 咁就台灣就當然俾美國推咗出去做啊第一島鏈啦，係嘛？咁就啊相當危險嘅，做爛頭卒。咁就啊，當然美國都完成咗印太安全補充撥款法案，即係有水道嘅啊，有水道啊，咁就啊，呢度都係講翻啊，四個堅持，不亢不疲，維持現狀 ，OK？ 咁就話呼籲咧，中國就唔好對台灣咧民工武嚇。OK， 一起咧承擔啊全球穩定嘅責任係嘛？免於戰爭嘅恐懼啊啊！台灣人民咧就熱戀和平，熱愛和平，與人為善係嘛？咁咧就要以人民福祉為最高考量係嘛？台海和平，互利互惠。共存共榮，啊，係彼此嘅共同目標。啊，咁就都重視嘅 ，OK， 重視嘅，重視台灣人民，盡快返回祖國嘅懷抱 ，OK， 盡快返回祖國嘅懷抱。唉，難慘嚟，難慘劇。伊朗總統咧，直升機失事，現場無生還者。咁初步就 check 到佢個位置㗎啦。咁位置咧就冇生命嘅跡象。
冇生命嘅跡象發現。咁其實而家已經係揾到佢啦，當然揾到佢啦，就證實死亡啦，已經證實死亡。咁就佢啊去嗰度咧，就話有個大坝咧，就做開幕儀式嘅準備。OK， 開幕儀式嘅嗱，呢個就係佢啦，總統萊希。咁嗱，呢個就係當日起飛嗰陣時影低嘅，啊，最後就硬着陸。拗着陸，咁就個原因就啊調查咧，要調查，咁就好多原因。當然個氣候當時嘅天氣的確非常差嘅話，係嘛？大風大雨，視野好低。咁啊，機本身當然有問題啦，機又已經係冇零件噶啦，已經因為美國體制啊嘛，冇零件維修嘅。冇原裝零件啊，咁可能用其他零件嚟代替 ，OK？ 咁就，但係呢架機嘅可信性就成疑。之前咪台灣有幾個軍官墜毀啦，又係依只 ，OK？ 咁會唔會造成咩動盪咧？暫時未知啊。咁就已經係伊朗咧，就有個。有個人副總統咁之類啦，就已經頂咗啦，頂咗總統個位暫代，咁好似話係要50日內就再選一個新嘅總統出嚟 ，OK？ 但本來佢呢個萊希就係有望係接替佢最高領袖嘅嘛，精神領袖啊高曼尼咁嘅，嗰、那個就80幾歲噶啦已經。但而家冇啦，再繼續做落去，做到90幾，好，就分享到呢度，下次再傾，拜拜。